这是在广东河源这里啊，这里一处山崖，这里发现这里有人种菜，这岩石下面也能种菜。它这个是松树的那根啊，到处缠绕。我们上去看一下什么情况。这有人种菜，应该有人。你看，这都是岩石底下种菜，非常有意思。我们看一下上面有没有人。哦，这这样子种菜。这边，荒山野岭啊，给大家看一下啊，给大家看一下，这边人家怎么种菜的。哇，这样也行，啊，这种的是什么？哦，那边还有个什么？水泥结起来的啊，上面还有种木瓜。哇靠，这里真是世外桃源啊！哎，上面应该有人住吧？我们上去看一下，啊，上面那个红色那里好像有人住，真的是世外桃源啊！这里哪里上去的呢？上去看一下。哇，这里啊，太美了。对面就是山，也是山崖，对面也是山崖。我们看一下这里，哇，这边应该有人吧？他这里怎么？那里是不是有个屋子？河源这里啊，河源的大山里面发现的。你看，这边还有人种百香果，那里不知道是不是有人住的地方，我上去看一下。上去看一下。啊，他这是什么地方？这里是种了荷兰豆。不知道谁住在那里，我们上去看一下。这边好像上不去，哇，这个有没有人住的？这里干嘛这样子？这是一个啊，我不敢进去啊，好像拜了一个观音。原来是这样子，它这个山，好，先到这里，我先下去了，有点可怕。